是不是那个掉下来的树？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刺刺，然后这个是香蕉，这是月亮，这是草莓、葡萄，然后这个是橘子跟地球，没有。哇，要不要去拆一只猪？它只有五个，你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嗯，好大只哦。
你想发了？那你刚刚说会有做什么？新的 VIP 区，听说是两丈，还有私人的卫浴，新整理的一个沙坑池。那他有露到牙齿吗？这刚讲过，他就没有。看到 YouTube 上面看你们两个在吵架。